以继续走了。你的笔记本，谢谢你借给我。在我算题的时候，你发现什么有意思的东西了吗？鸟笼、意识和卧室。找不到火车的人最终住在了这，就像第一栋房子一样。有个手提箱，又干净又贵的衣服。这个手提箱大概是阿波罗的，但有些事我不明白。阿波罗提到他所有的衣服都是脏的，为什么手提会有干净的？还写到鸟食和鸟笼。我们确实听到鸟叫，还看到羽毛，例如把死人救活，不可能。再来是我找到吃的了，咱们看看，这个箱子里面有干面包、米饭、胡萝卜和苹果，比我们上次找到的好多。苹果留着吧，我吃其他的。哦，原来那是老鼠，那是鸟，那是他的鸟。我知道你想吃点别的，但我也没办法。别担心，你会出去的，很快就能自由自在的飞了。是侦探和旅行家。怎么了？我不知道说什么好。没想到你会和一只鸟交朋友。实际上，我没想到你会和任何人交朋友。我也没想到你们能活到这，但你们也来啦。靠北，你们互相伤害，好烦哦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想让你们发现塞莱斯，我就知道你们会嘲笑我照顾一只鸟。我们没笑，正相反，我很惊讶，因为我没想到你会做出如此善良的举动。是在夸我还是骂我？两者兼备，果然是侦探，厉害厉害。真是可爱的小鸟。你以为谁啊？也能叫他塞莱斯？你必须叫他的全名塞莱斯特。哦，看，等一下，好可怕的东西哦。大家画得很可爱。还好我没现场看到，他不是我的宠物，塞莱斯和我是同伴，我总是和动物相处得很好，不像人类，他们从不背叛我。我觉得和动物相处好是件很棒的事，我可没问你的意见。塞莱斯，既然我们找到食物了，就必须去那个我丢的东西，我们走吧，没必要了。啊，这就是你丢的东西对不对？那个报纸，可恶，你读过了对吧？你怎么想？他说瑞文沃尔市长儿子死死。这篇新闻是六个月以前写的，我在瑞文沃尔的时候听说过。直到现在，警方仍然没有找到凶手，据说可能是那片区域的某流浪汉。我甚至还听说这可能和黑池人有关，我认为那不是真的。那个组织？是的，但现在那不重要。阿波罗，你有这张简报这个事实，你和这个事件有关系吗？你是凶手吗？是你杀那个人吗？所以你认为我是个杀人犯？我错了吗？这是松了一口气。看到你那样和小鸟聊天之后，很难相信你会是凶手。我可没说。就像你怀疑那样，我是凶手，我杀了那个人。啊？你说什么？如果我没弄错的话，你说过最好团队合作。现在你还想让我加入你们，帮你们逃脱吗？我不知道。所以我才说，在这里至少谁也不要相信，包括你现在讲的这句话吗？说到底，我是对的。你为什么要那样做？为何夺走另一个人的生命？再读读新闻，我不在乎新闻上说什么。啊？我在乎的是关于这件事，你有什么要说的？向我解释一下，你为什么要那样做，理由是什么？忘记那烦人的侦探。啊！看这个东西，最好不要碰到我。看，我觉得吓死给你看。我只想谈谈。旅行家，尽力别让那个侦探在找到火车之前死了。我能靠得住你，对吧？我早知道，就算我不说，你也会那样做的。我知道你能照顾好自己，但你也别死掉好吗？啊，那个。但是我知道折腾那个侦探挺好玩，但我们该走了。看，原来他只在跟他玩吗？他居然会这样讲？他为什么那样？根本没必要攻击我。但现在不能让他走，我们必须追他。还有很多事，我想谈一谈。我们成功追上他了，阿波罗。又是你啊！
攻击那个。等一下，让我说一句，你想干什么？跟你没什么好说的。我希望你告诉我们实情。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。你什么时候到这里的？到的时候发生了什么？你还有多少时间？我为什么和你谈这个？不关你的事。而且，你确定你想接近像我这样的杀人犯吗？现在这不重要。目前我们的处境相同，我们应该要合作逃离这里。即使我们合作，也不意味着我要告诉你我的人生啊。你不明白吗？为了调查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，为了能解开这谜团，我需要一切能收集到的讯息。为了更好弄明白这些房子，我必须了解被困在这里的人们。哟，你真的认为你能做到吗？你甚至不是个侦探。确实，我不是一个侦探，只是个见习的。但我没打算自己逃走，对被困在这里的人见死不救，会想办法做到的。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助。啊？你想救被困在这里的人？我扣零啊，你应该已经知道了。如果你不想帮我们，那也没关系，还有别的办法。啊？别的办法？我要推理出真相。你想要对我们隐瞒的真相？切切，别逗我了，没门。那个表情，你是认真的？不可能推理得出的。这种事我绝对不会开玩笑。哦，你看起来简直像换个个人，又要到推理时间了吗？好啊，来试啊，来试的搞清楚啊，好像很有意思。不过如果你失败，那就是你无法成为侦探的证据哦。你确定想来场推理吗？当然。你有，你有推理时间。如果你有推理过程中选择正确的选项，三次失败的话，游戏就结束了。这次和戴安娜那时的推理感觉不一样。现在不是犹豫的时候，必须继续。你不喜欢和其他人合作，对吧？这种情况下不喜欢。说真的，这能怪我吗？我觉得可以理解啊。如果你想活下来，就不能太天真，不能相信不认识的人。你说的对，但你肯定也知道，如果和别人合作，你的生存几率会大大提高。你为什么这么讨厌这个想法？如果我们想一下目前为止你说的话，很明显这是有原因的。你甚至还说过，露娜和我应该分开行动。那只是个建议。但多亏了这个建议，我才能明白背后真正的原因。事实是，你被背叛过。废话，你怎么知道废话？或许你没有注意到，自从我们遇到你，背叛这个词你说了很多次。如果考虑到你提出的建议，事实就很明显了。我似乎犯了一个错误。有意思，告诉我，谁背叛我了？你也能推理出来吗？可以啊，就是那个市长的儿子吧。房子外的某个人吧。啊，不是啊。啊，乱讲的。第一个房子，再一次，我看看如果输的话会怎么样？他是直接跟我吗？你该停下了，别丢人现眼了。拜托，再让我试一次，别再想当真正的侦探了。你永远没办法拯救被困在这里的人，我永远没办法拯救任何人。啊哈！哦，原来他是玻璃心死掉，是不是？或者说，我来试看看，如果我全部都推理说会怎么样？原来他是个玻璃心。哎，你看，我按错，房子里的某个人，这不可能，你肯定是瞎猜，你不可能知道，因为那个吧，看看证据嘛，证据我没办法给你看，你凭的是运气。除了你们，我是这栋房子里唯一的人，谁可能背叛我？别误解我的话，我不能给你看，是因为我没有拿着证据，但它确实存在，而且你肯定已经看到过了，手提箱、鸟笼。手提箱吧，我没看到里面放了什么，但露娜告诉我了，那是我的箱子，那不是你的箱子，别人的。我是这栋房子里唯一的人，箱子当然是我的，不可能。在登上火车之前，你住在街头，这就为什么你的衣服又脏又破。你甚至提到你得到的所有衣服也是脏的，那个手提箱里放着干净昂贵的衣服，还有鸟食。显然那些衣服不是你的，不可能是你的箱子。坏，那就试看看嘛，看看会怎么样。就他居然只是因为玻璃心，